来耍的来哈，咱邀请到咱财团法人道教发展基金会范国广范教授哈，有什么掌声鼓励？掌声鼓励，谢谢来宾，请掌声鼓励。我们女子，天元宫，我们的周公主、副公主，还有主任委员、助持、副助持，所有我们关元宫的团队。各位贵宾，各位公庙的负责人，各位宗教界的好朋友，大家早安！早安！来，谢谢，真鼓励，谢谢。今天代表财团法人道教发展基金会来参加我们关元宫共土大典的好日子。刚刚我们的周公主，他把所有的心理历程都很自然的贡献出来。我这里要跟各位补充的就是，今天良辰吉日，今天艳阳高照，早上又下雨，这是非常好的彩头，好的吉祥之日。刚刚我们周公主的心理历程，心地历程活盘托出，那活盘托出的话，我最后就要补充一句话，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回报。那么首先我要阐明周公主讲盖庙的历程。在座各位宗教界的好朋友，各位公庙的负责人，我们现在一眼望去，有盖房屋，有盖工厂，有盖公司行号，甚至还有盖学校，再来才是盖寺庙。哪一种建造是最困难最辛苦的？刚刚周公主已经讲了，在这几种建筑物之中是盖寺庙最为辛苦。为什么盖寺庙这样辛苦？因为我要告诉各位，寺庙是公众使用建筑物，大家来用的。刚刚周公主最后有一句话哦，她说这个庙盖好以后要登记给寺庙所有，不登记给任何个人。这一种周公主的精神，我们给她热烈鼓掌，谢谢来宾掌声鼓励。那么既然为什么盖寺庙，它是公众使用建筑物，所以第一步土地的问题要先解决。刚刚有讲过了，土地要符合盖庙的土地才能够办理寺庙登记。有了土地了以后，还要依法申请建造执照，然后拿到使用执照。那你使用执照的时候，不是住宅用的，也不是农舍用的，而是寺庙用的使用执照，那是很困难很困难的好，那么最后才能办理寺庙登记。我们这个关元宫，圣天佛祖关元宫，他已经走了第一步，土地问题解决了，这是何等的不简单好，这可以说刚刚周公主也谈了，他可以说是等于这个移宫移山的精神，移宫移山哦，这山都要把它移掉、哦、他有那个精神，他同时有大禹治水的精神，山过其不了不入，为了这间寺庙，所以他今天才能够找了这个地灵人杰，交通便利，大家都想这一块土地盖庙的，他们都没有福气，只有我们关元宫有这福气，再一次热烈鼓掌，谢谢。感恩哈，那感恩南非小们，感恩哈，南财团法人道教发展基金会范教授，范国庆范教授，感谢他的演讲哈，非常感恩。最后我一句话，刚刚我们周公主讲什么？他是说，既然这样难得的土地，啊、哦，我们大家应该，大家是出钱。有钱的人出钱，有力的人出力，使得我们这一个关元宫能够早日完成，
就要靠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早日完成，早日对地方有所贡献，对国家的造福。最后敬祝各公庙香火鼎盛，神威显赫，更要祝福我们关员工早日完成，来完成地方上的心愿。是一个公共场所，大家来使用，大家来拜拜。再次的祝福跟感谢，谢谢各位，来宾一个掌声鼓励，感谢我们，感谢我们财团法人道教发展基金会哦，范国俊范教授，好，谢谢您。